并不必去担心支持我们的人说我们反而成为他们的棋子。中国要并吞台湾是事实，那美国是民主世界的领袖，捍卫国际社会民主国家的自由民主，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立国的精神。那台湾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我们也是享有民主自由、重视人权的价值，我们有我们存在的立场，会捍卫我们本国自身的权益全国人民团结努力为台湾来奋斗，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必去担心支持我们的人说我们反而成为他们的棋子，这样的论述应该是不存在的。